嘿呦呦呦呦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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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是大头吗？谢谢大头的海洋之心，谢谢头头，这是大头本头吗？谢谢头头的好多生日蜡烛，谢谢头头，谢谢天灵的会员票。请问这是头头本人咪？太快了吧，太快了吧！谢谢头头的海洋之心，谢谢头头。假的，好吃真的，只有假的才会这样讲话。谢谢头头，谢谢天灵的会员票。对啊，是挂在浪是不是？对啊，这时候还没有通知你，是不是在等我？小宝贝生日快乐，谢谢头头，谢谢头头。今天很快乐，因为我今天当了大家的小宝贝，大家都说我是小宝贝，嘿嘿嘿，哈哈小乐。谢谢头头，谢谢初心者的会员票。等我知道我在等你，因为你很快速啊。哪会有还没有跳通知就进来呢？谢谢庄的会员票，谢谢。对，我这时候就真的是忙内了，好开心哦。谢谢庄的会员票，好开心，好开心。我的生日快要结束了，怎么办？十一月都是宠爱莉莉月吧。谢谢庄的会员票，谢谢天灵会员票，谢谢大家祝我生日快乐。多谢大家。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吃了烧肉蛋糕。谢谢阿 k i 的会员票，我今天是把生日优惠用了淋漓尽致的一天。谢谢阿 k i 的会员票，谢谢瑞林的会员票，而且我今天晚上是当日用当日寿星的优惠。谢谢阿 k i 的会员票，谢谢天灵的会员票，谢谢大家的 Happy Birthday。对，然后我吃了一整个烧肉蛋糕，觉得很快乐。谢谢天灵的会员票。然后我中午的时候也是用了生日优惠，宠爱荷包君的月份没有。谢谢天灵的会员票。谢谢勇哥的会员票，还有大家，还有，谢谢天灵的天蝎座小火箭，谢谢天灵的小火箭，谢谢勇哥的会员票。我中午的时候有那个套餐88折，然后又再额外多获得了一个蛋糕。然后晚餐的时候获得了一个烧肉蛋糕，快乐！谢谢勇哥的会员票，中午不是烧肉。谢谢阿冰冰的生日吹蜡烛，谢谢 Mark 的会员票，松露薯条兑换券，好诶，有呢。谢谢庆庆的会员票，我觉得就是热量爆炸的一天。然后说十一月是要怎么减，就是生日优惠当然是要先用完啦、啊、怎么减呢？你的脸上写着我好快乐，对啊，就晚上吃烧肉，好棒。蛋糕上面终于不是奶油了，对，是烧肉。减肥是下个月的事。我是栗子不是票子，真是要哭晕在厕所。谢谢天灵的缘分相遇，哈哈小陈，哈哈叶枫，准备过冬不可以再吃了。谢谢委员的会员票，谢谢小陈的天蝎宝宝，哈哈小影，谢谢抓抓的天蝎宝宝，哈哈瑞。我看头头还在，头头是不是默默的看着，然后要学我之后要跟那个叫什么卡若琳一样。谢谢秀蹦秀蹦蹦啊，为什么昨天五只秀蹦是什么火箭吗？哈哈星海栗子，对，我是栗子数字傻眼
食欲之秋必须多吃，可是不能再吃了，太胖了。谢谢继续的生日蜡烛，而且我刚还没有机会，还没有时间回到那个，回到那。他说，为什么知道为什么要给我吃冰淇淋跟蛋糕吗？因为这样我才会越来越肥，越来越肥。栗子肉比较好咬。嗯，上个月只有点原来。是太厉害了，五只树蹦太厉害了，谢谢雨南的缘分相遇，吃饱才有力气减肥，真的，真的，吃饭这么快乐，我们干嘛？我们干嘛把我们吃起来摆在身上的，然后再把它剪掉呢？谢谢游戏 hero 的会员票，谢谢，谢谢游戏 hero 的会员票。吃饱才能，今天也可以，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昨天晚上有跨夜播欸，我昨天从11点播到1点半嘛，我有点忘了，反正我讲超久了，大家就陪我拉迪赛拉超久了。谢谢游戏 hero 的会员票，一直就是要有肉，少了肉就不是我了，没长肉减肥就可以了，真的。谢谢玉祥的会员票。跟同学说法如出一辙，对啊，养的这么辛苦，为什么要剪掉呢？诶，我昨天忘记关音响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昨天忘记关音响了。谢谢宝瓦的天蝎座会员票，谢谢坏本本的海洋之心，谢谢坏本本。后面晚了到几点？好像说要订机票出国了，对啊。我造谣说我今天会在日本。谢谢宝瓦的会员票，谢谢坏本本的海洋之心。谢谢坏本本，他的海洋之心。谢谢坏本本，谢谢博成的生日蜡烛，谢谢玉成的生日蜡烛。有没有一种23岁特别笨的感觉？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吃午餐的时候，然后把我自己弄得超脏的，我就觉得我嘴巴破洞。嗨嗨，杰森，我真的是觉得我嘴巴破洞，好生气哦。然后我就吃个饭。然后我穿白色的那个有点像大学 T 这样子，然后是日牌的，然后说哇，我今天生日，我要穿日牌的衣服，然后我要就是白白净净的出门。然后呢，我前面在吃的时候就沾到一点，我想说我后面不能再呛了。然后结果我吃完的时候发现，哇塞，我的衣服根本已经就是五彩缤纷，也就是不说还以为这是它原本的设计。傻眼，为什么我的23岁一开始就在呛呢？对啊，到底要怎么吃可以低成那样？真的是嘴巴破洞欸 ，Oh my god！ 他就可以买新的，哭晕在厕所。谢谢哈利桑的生日蜡烛，哈利桑阿里嘎多，生日快乐！谢谢杰森，下播做红眼吧，没有啦，没有啦，其实在日本用 key 的，用 key 的。用 key 的，可是我午餐不是吃烧肉哎、欸，我需要围豆豆吗？我可能就是嘴巴破洞的部分要想办法解决，半夜被夹到有好一点吗？有好一点，看个23岁应该没关系，我觉得真是的，谢谢少安的生日蜡烛，对，后面是虚拟背景啊！我现在其实在日本啊，这样子。机场闺蜜是怎么跟你工作室这么像？对啊，很扯哎、欸！看的幅度跟年龄成正比，真的不要，应该要是年纪越大越稳重。我怎么年纪越大越呛呢？穿雨衣吃太夸张了，偷飞不究。还是我以后就出那个脏衣服同款，然后就把我这一次的那个衣服哪里弄脏，然后在那个
就是下一次的 T 恤也做这样的设计，然后这样子大家就可以跟我一样了。代表还年轻，一比一工作室哇，是太厉害了！祝您度过幸福的一年，哈喽，萨利卡多。海底捞那种围兜都是必要的。没有，我觉得我的 cam 可能是原本就有的。嗨呀，杰西哦，到明年生日可以直接出棕色，是要多脏？是要多脏？而且我以前其实不会把我的衣服弄脏，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来越 cam 之后就开始弄脏我的衣服。财富自由的表现，谢谢夸你妮的水晶蟹草，谢谢。我想到柯南是不是很糟糕？为什么我想到柯南？谢谢玉祥的天蝎座小火箭，谢谢玉祥的天蝎座小火箭，谢谢谢谢夸你妮的一颗星。对啊，穿白衣服真的是。还是出个栗子色的 T， 然后沾到也不会难过。穿白色真的是会哭哎。Catch the moment。谢谢夜兔的红玫瑰。谢谢阿明明的爱你哟，呦呦呦呦呦呦。我跟你们说，虽然是这么说，就是今天是我生日，但我其实今天一直都在工作。我昨天甚至工作到六点，就是下播之后我会继续工作，我工作到六点。然后呢，我昨天不是说我要睡饱吗？然后呢，我大概十点还十一点就起来，然后稍微放空一下继续工作。对，所以其实我今天的一整天除了吃饭以外的时间我都在工作。对，我除了吃饭时间以外都在工作。谢谢荣哥的海洋之心，谢谢荣哥的海洋之心，谢谢谢谢荣哥的海洋之心。对，然后就不知不觉就是这整天都在工作。谢谢阿果的爱你哟，谢谢阿果，谢谢刚刚的生日吹蜡烛。对，我原本以为我就是这一天我可以完全放空睡到自然醒然后去逛街，没有。对，我都在工作，就是昨天工作到六点，然后睡一下，然后早上放空一下，然后起来继续工作，然后吃饭，然后再工作，工作，再吃饭，然后再吃饭，然后吃饭完，然后再工作，然后再直播这样子。主要吃就是工作。今天有机会睡饱吗？不知道哎、欸。明天后天继续工作，其实有很多东西要忙，像是我也要忙，要准备出货。想问莉莉的年历什么时候会出货？目前预计是12月下旬，但是如果我有更早拿到货的话，当然是会尽快寄出给大家呀、啊。对，但因为就是毕竟你知道印刷厂。年底大家都要印年历，所以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印刷厂那边什么时候可以把货给我，可以把大货给我，然后我才能包装，然后送到大家手上。
对，但是目前预估的时间大概是十二月下旬。对，全套都买好了，期待，谢谢阳光。对，燃烧新鲜的肝，它快不新鲜了。打样拿到了，嗯哼，因为好像现在我记得我上一次去印刷店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们目前有一个大货到十一月中哦。对，反正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有那个叫什么，那个有顺序跟有排程吧，所以他们就说可能目前就是要排队这样子。明天再下单，要记得哟。也不是分批耶，就是看有人说委托这一间，可能也有其他间委托这一间，就是印刷厂这样子。这一次的海报纸可能会跟去年的不一样哟。亚夸夸那个年历感觉很不错，喜欢眼镜历居然吗？好像很多人喜欢眼镜历。因为这一次会想要换纸质然后这一次的，因为我年历我也重新去挑纸了，就是年历印出来的，就是那叫什么内页部分跟那个底下贴底的粉红色那一个部分的纸，我都有全部重新挑过。然后，这次海报我应该也会换，因为上一次海报有听到很多说，就是因为那个纸质有一点太厚了，然后卷久会有痕迹，所以这一次应该会再重新选纸，然后选完之后再去送印。所以，目前的海报纸就是还在挑选中。对，问年历包装会很浮夸吗？要多浮夸？多浮夸？跟去年一样算浮夸吗？去年的挂历啦，但去年的年，我磅数应该会选一样的，但是我纸质有换。对，我记得磅数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就是印刷店有推荐我说，这会不会太专业？就是印刷店有推荐我说，我可以看看别的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就看看别的不一样的。我怕大家听一听这些东西会想睡觉。这页好像是比上次再高级一点点。对。就是那一页他就是有推荐我说我可以印印看别的，我就说好。然后因为我也是当场去看色泽，去看纸样，然后去挑的。今天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笑笑。你买年历了吗？硬要那个逼你。上次的好像会裂开，你说挂历海报吗？但因为这次没有，就是不是用挂历海报，这次是海报，然后，就是一般的海报，上面也不会印那个，也不会印日期之类的，就是纯粹的海报，然后海报纸也会换。这时期年历订单都蛮对啊，所以就是可能要看一下印刷厂的安排，但会努力在十二月下旬就是寄给大家。好多人都开口了，谢谢笑笑。今年有没有大纸版？今年的海报会以海报筒的方式寄出，然后但是纸质的部分我会再想想要挑什么这样子，再摊开很麻烦。对，所以我知道大家有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这次会解决它。嗨嗨，北极熊，那有点难处理。听不懂是正常的吗？正常的，你只要期待着年历拿到就可以了。对，强制工伤，我会记得去筹备好。哈哈，明修，哈哈，相信自己。去年的也可以继续挂，对，它也就是一个就是像海报一样的装，也不是装饰，就是像海报的对挂历。纸质装可爱，纸质不是纸质。没事，我带出个好睡，笑死。年历会躺在披萨盒里面，还是你希望躺在披萨盒里面的不是年历，是披萨？哪一组图片？你买就知道啦，买了就知道啦。也不是不行，然后披萨哈这样。这次不会有海报挂着，我这次就是海报而已，对，然后会放在海报筒里面。谢谢阿国的奇遇钥匙 ，Mickey Mouse。
谢谢阿果的奇遇钥匙，哈哈哈哈哈哈，睡到中午，谢谢憨憨的生日吹蜡烛，谢谢憨憨，不是年弟就是弟弟，对 ，choose one， 谢谢阿 Kia 的生日吹蜡烛，谢谢影子的天蝎宝宝，对啊，哎，今年的我很喜欢哎。有哪一点不喜欢？毕竟是我自己出品的东西，要不喜欢的话，我可能就不让出来了。谢谢勇的天蝎宝宝，可以看到暴雷的，暴雷的什么黏腻吗？这里好像没有墙壁给莉莉，不会啦，你要问这些有很多很多前辈们都是把就是写真拿来当壁纸在贴的。以前那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不是有卖那种纪念写真嘛，因为那个以前就是也会有出这种，就是每个月会出不一样主题的。谢谢红修的海洋之心，谢谢红修。然后呢，以前大家都是二三十包吗？好像不止。大家请问在场的各位就是大大们都是几包几包在买的？生日快乐，谢谢瑞凡。谢谢欧比王的生日蜡烛，对，然后我都会说，就是生写真这么多包都可以当壁纸了，一包生写啊，为了他们。抽当单位，七的倍数，对，然后反正就是非常壮观，非常壮观。非常多莉莉盯着，感觉好害羞，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厉害。28保底不含956，哇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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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讲话，笑死！谢谢，嗨嗨，冰冰，嗨嗨，希望，大概都是两包，对，这一次也有印签跟纸笔哟，买不到特点，奇怪，会浑身不对劲，我还超胜神人的，就是这里很多厉害的人。还还有，谢谢红修的天蝎会员票，谢谢。对，然后这一次把所有的纪念写真都买一个单笔，然后只要你都买一包，就是各买一包，就会有神秘小礼物。但神秘小礼物是什么？不告诉你们，嘿嘿，嘿嘿。啾啾啾！谢谢勇的天蝎座会员票。对，大家可以就是集齐它。对，我没有随机哦，没有随机。明谢会过纸条吗？谢谢勇的天蝎座会员票，你想要是不是？我印一张给你。李丽丽宅配到家，这可能有点难。嗨嗨，阿伟。谢谢。哎，我怎么没看到？谢谢。哎，他怎么没有显示？抽选会中选。谢谢嘉宏的星星的情书，谢谢嘉宏的星星的情书，谢谢耶。Yeah。 谢谢阿詹的生日蜡烛，谢谢阿詹。谢谢阿然的生日蜡烛，嗨嗨 J， 有最白皙吗？晒黑了啦！谢谢阿果的爱你哟，不过有写体重的小纸条，哇，那这个超珍贵的，这不只是小礼物了。谢谢 J 的闪光星星，就是如果有写我的体重的话，那就是对，就是你们懂的。啥意思？谢谢阿国的天蝎流星雨，谢谢阿国。这写真各买二是不是太少了？看你自己，看你自己。那很刚好，别再减重，不可以啦。
我都不敢去点开那个什么 YouTube 之类的，不然我一定会看到很多那个肥婆这样还敢跳舞哦之类的这种。嗯，所以我都不会去点那个，比如说什么靠北啦啦队啊，或者是 YouTube 下面的留言啊，因为我知道我看了会走心，所以我就不会看这样。哈哈，大理本重抱枕，对，妈妈自己抽自己抽。体重小纸条，轻如鸿毛，重如泰山。不可能！我生日还有两个小时，我一直被这样呛哎。你比 Heaven 还臭哎！对啊，我现在臭了我自己，就是就不会有人臭得到我了。我只要比黑粉还呛我自己，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谢谢宗彦的生日蜡烛。对。但我就是无坚不摧，对自己就是自己的黑粉。谢谢玉祥的天蝎座小火箭，谢谢玉祥的天蝎座小火箭，谢谢。拉拉队同天生日是很好，真少见。对啊，我一直以为十一月五号很少哎，直到我长大才发现，哦，其实十一月五号蛮多人的。谢谢钟燕的天蝎座火眼票，自己的黑粉自己当，真的。还是以后我就看到那个看到我自己的影片，然后我要用我自己的 YT 去下面留言说这哪个肥婆啊这样。没有这样子，我自己黑了就没有人可以比我更黑了。只要我自己先呛了，就没有人可以比我更呛了。这也是一种计划通吧。谢谢宗彦，对自己才是最辛辣，有谁能比我辛辣呢？谢谢 Little Sugar 天蝎座火眼喵，他会吓死吧？对啊，对啊，没事啦，只要比别人还胖就好了。有趣留言记得说一下，要去超生。不愧是力，对啊，想呛我再去修行修行吧。对，先凑完自己就没人可以凑我了，结果爱心最多，笑死。谢谢 Zero 的红玫瑰，我也要朝圣。谢谢勇的天蝎星座图，谢谢。然后下面许大厂的不知道该怎么留言，该留对啊对啊，还是应该留哈？不是，才不是嘞！谢谢西安的生日蜡烛，嗨嗨头妹头，超生加一，黑粉就喜欢这样的，我就喜欢什么有话直说。Catching the moment, oh what a night again.那嘞噜，谢谢黑杰克的天蝎座会员票。真的，因为栗子跟朋友吵架，为什么？全球是1.365，现在平均会有40亿除以365分之40亿人跟你同一天生日。哦，可是会这么平均吗？谢谢黑杰克的天蝎座会员票。不是肥，是圆，叙述要精确。谢谢 Sova 的会员票，谢谢 Sova， 谢谢黑杰克天蝎宝宝，谢谢阿荣的天蝎宝宝，耶耶耶！打开色，自由歌，嗨嗨小彩，量多到一个程度之后就去平均值。どうしたって消せない夢も止まれない夢も誰かのために強くなれるなら。哈哈哇！谢谢阿果的会员票，谢谢好好的天蝎宝宝，谢谢好好哈哈静云。不喜欢他拿其他女孩跟你比较，但我觉得比较这种东西，不管在哪里都会出现哎，对吧？就是怎么讲，我已经有点看开了嘛。谢谢。谢谢阿果的天蝎座会员票，谢谢阿果。
谢谢苏瓦的海洋之星，谢谢。谢谢谢谢小彩的会员票。I don't need you。谢谢小彩的会员票。嗨嗨 Q 点 Q， 那蓝蓝蓝斗鸡眼会看得比较不开吗？没关系啦，我觉得看不顺眼，就是看不顺眼你的人，怎么样都可以嫌呢。对啊，像安娜不就被嫌膝盖吗？就是我觉得什么都可以嫌。谢谢放手的海洋之心，谢谢放手的海洋之心，谢谢。谢谢放手，嗨嗨财源，嗨嗨香水，啊 ，ID 就好，大不了不理他，笑鼠，那就是无聊的人，他们只是想闲鱼，对啊，没事啦，不花心的做 ID 弟好，但希望我不要那个回头就看到陈思雅真的好可爱哦。谢谢嗨嗨子婷，谢谢放手的天蝎宝宝，谢谢子婷的生日吹蜡烛。而且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东西哦，真的，我其实觉得有一点难过，就是我其实原本也有接客，我原本也有接客，但是因为他撞到生日会了，然后。就是我只能忍痛说，哦，我不行。对，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生日会很早就定了。对，不然原本杰克我也要去。我就觉得有点难过，然后觉得，可是我总不可能放掉生日会吧？我自己一年一度办这么大的我的生日的活动，对啊，交流赛啊，投手我自己看了，傻眼，不揪欸。要看杰克投手不揪哎、欸，对啊，傻眼不揪。对，然后反正我就是觉得有点难过，就是少了一个，就是这么少参与了一个这么大的赛事，然后这么难得的机会。但是我的生日会也对我来说很重要。对 ，QQ 那时候其实还没公布。对，然后我想说，犹豫，可是我总不可能把生日会改时间吧？然后我想说不行啊，但因为就是，但杰克这个舞台又就是这么大的舞台，下一次也不一定轮得到我。但是后来想说，好吧，但是生日会就是对我跟对无线电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一年一度的生日会，所以我就想说，好吧，交流赛拜拜。对，因为交流赛就要参加两天。好了，谢谢生日会玩两个月半的，生日一年只有一次，真的。嗨嗨 Melon， 谢谢1007的海洋之星，是念 Melon 吗？哇，完蛋，我英文超烂。我的英文是真的在烂 ，Oh my god！ 谢谢勇的告白气球，谢谢，谢谢勇的告白气球。对，我要抉择工作，我现在会有抉择工作的一天。谢谢 Sova 的生日吹蜡烛，谢谢 Sova。我的音乐嘞？自己唱。要确定哎，要确。谢谢庆庆的生日吹蜡烛，谢谢庆庆，谢谢 Sova 的生日吹蜡烛。本来他巨蛋 VIP 包厢，谢谢君宝，哈哈 you， 目标唱到小巨蛋，好诶，
希望也可以，希望我可以。嗯哼哼哼，好，我还要觉得，谢谢 Aaron 的生日蜡烛。对，很希望就是未来还会有这个机会。对呀。明年经典赛见，不知道，我觉得这就是很难得的机会，就是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再有我，对，但是，对，我一直很希望我可以好好把握每一次工作的机会。早上不要去交流赛，手花一堆周边，你为什么又买了一堆周边呢？你是可以买李莉莉的周边呢？明年经典赛会有。希望我未来还有这个，就是还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到。哦，谢谢建安的生日火箭，谢谢建安。哦，哇塞，哇塞，谢谢建安的生日火箭。哦，哦。生日快乐，谢谢建安，好吓到哦，谢谢建安的生日祝福，谢谢建安，啦啦啦啦啦，谢谢建安的生日火箭。太快乐了吧。谢谢建安的火箭，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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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谢谢，对，谢谢大家，就是一直这么支持我，我会更努力的站在各大舞台上，努力给大家回报的。对，希望能如我的愿望所许的那样，有越来越多糖糖，这样就是未来能有更多机会可以站上各大舞台。耶、yeah ！啦啦当当，哇哦哇哦哦！现在你出了生日贴还能买吗？再等我们个一两天，因为我们最近有点忙，还没有时间通证一下，就是数量这样子，当然可以买的哟。对，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一直陪着我。我希望我未来可以成为就是可能大家在这个圈子看到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会努力变E人的，虽然我已经从E人变I人，但我会再努力变回E人的。今年生日会升级，谢谢庆庆的大声说爱你，谢谢庆庆的大声说爱你。谢谢庆庆，嗨嗨嗨嗨，今年生日会有点挤，明年会更大的场地吗？希望，我们先挤爆一次后台啊！对啊，谢谢四豪的一颗星，谢谢搜完的生日吹蜡烛，球场人气下到，为什么？没有，可是我一直觉得我还不够，就是我还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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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努力的方向，努力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就是要比永远比不完的，对，所以只能就是更要求自己，希望能在就是未来，对，希望能让大家更多人认识我吧。位置再多你就不能下台玩，没有，我其实这一次下台玩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挤，就是我的衣服一直勾到旁边的装饰，那他说 Oh my god 我过不去，到底是我太胖还是位置太挤，你差点把人家整排吉他勾下来，我没有，我有在看那个吉他，那他说 Oh my god 我的裙子一直勾到人家那个放吉他的架子，他说好挤哦。对啊，我其实也没有想过我可以有坐满的一天，对，先相信是位置太挤。
对，我还差一点跌倒，唉。你再吃多一点就走不下去了。就吃再吃多一点，我可能就是对。手滑买两个位置，很棒啊，很棒啊，很棒啊！这样子就两只手蹬了。请跟我去健身，我要躺平。但是还是要吃，对，该吃的还是要吃。谢谢小彩的，爱你哟。啦啦啦啦啦啦啦。君の全然全世界僕は。哒哒哒哒，初めだよ。君の全然全世界僕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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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真的要健身房间。谢谢小王的生日蜡烛。嗯，手蹬子要怎么撕比较轻松？就是，真的要轻松的话，把螺丝拆开。对啊，因为我们其实有把它拆解过，就是真的是要撕干净的话，我就是会把那个螺丝拆掉，撕掉这样。不是啊，因为就是其实我没有想过要不要先撕完再给你们，可是这样可能过程中就会有就是刮到伤痕还是什么。嗯、谢谢婆婆的天蝎流星雨，谢谢婆婆。陪你去看流星雨，谢谢婆婆的海洋之星，谢谢婆婆，谢谢婆婆的海洋之星，谢谢婆婆，谢谢婆婆的天蝎星座图，谢谢。我真的是过得好快哦，我有23岁了，工作日程加假一对啊，我们做了很多手工。我刚刚是不是有看到有安娜来了？是不是那是不是来了？但因为他跳掉了，我没有看到。谢谢娜的生日吹蜡烛，谢谢娜，谢谢娜的生日吹蜡烛。有娜，对不起，我还没有。哇，谢谢娜的粉色香槟，香槟，谢谢娜的粉色香槟，爱你哦，哇。IG 有问题问你，那个有我刚刚要看到的时候我就要开播了，等我下播，爱你哦，娜，哇，最爱你了，哇，哇哇哇哇哇，对，我会不要让我的肉消失太快，但你才有东西咬。这样你才有东西可以咬。谢谢啦，耶耶耶耶耶，小可爱，谢谢，是你不嫌弃啦。小可爱的可爱越来越多了，看看我腰内肉，我的可爱越来越多了。哒哒哒哒哒哒。对，谢谢啦，一直封我吃蛋糕，封我吃冰，虽然我。越来越胖，但就是很快乐。嗨嗨喽，吃胖点才可爱，谢谢啦，谢谢。不嫌弃，是你不嫌弃啦。嗨嗨方毅，圆了圆了，我已经圆了。屁小猪，现在不要减肥啊，不行啦，我再不减就真的是会就是太圆。耶耶耶耶耶！感谢快乐的生日，
虽然我的生日只剩下一个小时又五分钟了，但就是对，虽然今年的生日在工作中度过了，把自己弄得很忙的11月5号。谢谢小糖糖的天蝎宝宝。啦啦啦啦啦，希望大家今年也请多多指教。哇，我好快，我已经23岁了。但我要记得不可以在全学姐们面前讲说我很老这件事情。真的说你哪里老，你老我要坐轮椅了，哪有那么夸张啦，哪有那么夸张。过完年还有25天的生日月，对，会怕会怕会怕。有，我只是觉得我开始逐渐有点跳不动了。忙内说自己老，你要说我从 AKB 时期到现在也是过了不少时间。谢谢小彩的天蝎座小火箭，谢谢谢谢小彩的天蝎座小火箭，谢谢。最后再说一次生日快乐，谢谢谢谢玉祥。Happy birthday to me！ 哇，谢谢玉祥的生日火箭，谢谢，谢谢玉祥的生日火箭，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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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日常的火箭，谢谢李导修改的向日葵花海，谢谢谢谢日常的火箭，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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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谢谢日常，谢谢李导修改的生日吹蜡烛，给我自带音效。谢谢阿冰冰的星星的情书。还是我应该出一个个人有声贴图，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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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个人有声贴图，傻眼，嗨嗨。谢谢里头修哥的水晶四叶草，买。手绘还是先不要好了，我可能画那个。谢谢刚刚的粉色香槟香槟，谢谢刚刚的粉色香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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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哎啊啊哎呦，谢谢小易的救救你，谢谢庄的生日吹蜡烛，谢谢Little Sugar的一颗心，谢谢庄的生日吹蜡烛，很适合出有声贴图，那个我跟你说，你传给你朋友会封锁，真的。谢谢庄的生日吹蜡烛，谢谢嘉宏的生日吹蜡烛，谢谢里头修哥的为你应援，谢谢勇的生日蜡烛，谢谢小旺的真情告白，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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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谢谢小旺的真情告白，谢谢小旺的生日蜡烛，没事，他们已经被训练很久了。谢谢 You 的生日吹蜡烛。吹蜡烛。君は期待だ。谢谢小易的水晶蟹草，谢谢嘉禾的天蝎宝宝，天蝎宝宝。哦啦啦！谢谢红秋的星座图，有声留言。吵死，哩哩哩吵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哩哩哩的支持。23岁的一年，我会继续燃烧生命的，燃烧脂肪。好哦，小温晚安。对，不会，23岁会努力燃烧脂肪的。谢谢阿 Kia 的生日吹蜡烛，谢谢鲁斯的生日吹蜡烛，谢谢鲁斯的生日吹蜡烛。你是要凑满23个蜡烛是不是？燃烧生命，燃烧生命呀！燃烧莉莉，我是希望我的脂肪可以被燃烧了，
不要再圆了，拜托。谢谢糖炒栗子的生日蜡烛，嘿嘿。谢谢阿 Kia 的生日蜡烛，燃烧，燃烧吧，燃烧吧，火鸟。君は綺麗だ。听啥好呢？老，嗨嗨，小安，小韩教练，因为都挑点歌就燃烧了，真的。那当面的一年，一生一份思念。谢谢四豪的天蝎座流星雨，谢谢四豪陪你去看流星雨，谢谢小易的生日吹蜡烛，谢谢小安的生日蜡烛，谢谢四豪的天蝎流星雨，谢谢陈佑的生日蜡烛，加油！谢谢小易的生日吹蜡烛。狙いし、そんなことに悔しくて、大敵の人なの。谢谢九六的生日吹蜡烛，谢谢纪委的一颗心。大家有没有在，就是我的23岁，希望可以看到什么？谢谢小陈的一颗心，或者有没有希望未来可以出什么周边？现在开放大家给李丽丽灵感。嗨嗨叔叔，现在吗？戴一下眼镜，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手边也没有眼镜啊。东京来回机票，我自己去吗？这样看到六单时期的腰。办不到，哎、欸，你们讲一些可以实行的好不好？健身房计划有点难。碎纸机，现在搬碎纸机起来修吗？巴掌卷，你们真的好奇怪哦。丽妈家糖菜第二集，这个可以跳一下撸猫，撸不起来。撸不起来，我能真的去撸猫，但我现在撸不起来了。无线电力，可爱弟弟，无线电力产线，减肥计划，嗨嗨 ，Ray， 丽丽才会主题飞机，这也太难了吧？砸派券，砸你们吗？粉红丽头懒人枕，懒人枕是什么？李弟弟在炸一次厨房，日本计划，好哎、欸，这根本就是造福我的吧？谢谢传教的生日吹蜡烛，栗头软胶娃娃，你说可以捏的那种吗？出单曲，嗨嗨康嘎噜，类似懒人沙发，有没有图啊？捏爆，捏掐掐，谢谢静静的。星星的情书，谢谢青青的星星的情书，栗头蛋糕，栗头酥腰玩具，恰恰。话说。谢谢庄的生日吹蜡烛，想看你跟林杰星合作，哇塞，这么跳吗？谢谢 Little Sugar 的天蝎星座图，不行啊，林杰星现在很红，他很忙。生日会有人有想法，什么什么想法？希望你 cover 多一点，多一点什么？谢谢 Little Sugar 的水晶四叶草。谢谢小糖糖的水晶草。想买你，哦，好哦，开头背景一直 repeat 要睡着，好。小可爱生日快乐，谢谢谢谢 Eric， 我是小可爱吗？
我是肥可爱。想看力跟小弟同台，怎样的同台？如果那个未来有那种就是工作可以一起的话，当然是好啊。对，希望可以就是多多就是，但是你们知道，就是自己出来工作之后，就是会很担心，就是会不会哪一天我就过时了这样子。对，所以我要把握每个机会啊，会不会怕我变成过时力啊？好实际的提议。谢谢 Mark 的生日蜡烛，许愿跨年专场，那跨年的场地费很太贵，会一直循环听得到。不具名意见，为什么不具名？可以讲出来啊，说出来。喜欢脸有点肉肉的力，谢谢啦，谢谢。过于有实力的简称吗？啊？为什么？绝对不会说笑笑睡着的。有没有自从当老板的时候，要一直想着怎么让公司营业额每年都成长，很累？没有，我没有这个问题，我只想说我下一场活动到底要怎么办。他说，我的灵感已经快要枯竭了，我下一场活动到底要办什么？营业额倒不是重点，就是重点是我办不出下一场活动，我已经没有梗可以拿来用了，你知道吗？有没有想过不要辞职？有，但是有在努力。赚钱补贴公司，为了让这间公司可以继续营运下去，所以赚钱补贴公司。希望会有办 solo 空的机会，希望我可以就是未来有办 solo 空的机会，我们先从三创开始，然后再去 zap， 然后看未来能再去会越换越大的地方，这样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跟着我一起成长，我们一起从后台往其他更大的舞台一起走，希望有这样的一天。为了维持公司，老板拼命打工，真的老板拼命打工。接下来可以吃个饭就好，想想而已。其实 Life 可以多办，我怕大家不想来啊。其实我有想说 Life 它其实可以变成一个定期的东西，但是我怕定期之后大家就不想来了。对啊，这次其实算小型的 solo 控啦，但是我觉得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当然是可以想要把它越办越大，然后我也很想要在就是更精进我自己，然后办出更好的活动。朝北流满金，对啊，去 Zep Tokyo， 这有点太远大的抱负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啊。我们先从那个 Zep New Taipei 开始就好了。大巨蛋，那可能有点难，除非我红到跟那个就是周杰伦一样这样子。要不要开放让我们付钱提供梗给你用？什么意思？你说大家丢 idea 给我用吗？敲完东西居然，这有点太难了，明大桑，还可以逼你戒糖？不是，傻眼。目标大巨蛋，东蛋太难了吧？谢谢小庄的天蝎宝宝，圣诞节放在大森林公园，为何？要不要？多半 life 你有时间点吗？就是一定会挤出时间的。敲完海外发展，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想，我想去，就是我想要有，就是可以在日本工作的机会。我真的很想要会有就是日本工作的机会这样子。life 多半什么，就很多不能喝饮料，准备起减肥计划通，这算是就是一举两得吗？要定期的话，内容就更要去思考。对啊，能去当然是会到。对啊，要花很多时间练歌。谢谢 Bruce 的生日蜡烛，嗨嗨秋贺，还是接下来乌梅剧场？好像欸，乌梅是多少啊？200吗？两三百？嗯，对。但是就是
没关系，我们先就是看看未来，如果糖糖没有更多的话，那当然是更好。还是播一个我的浪 K 歌吗？东大登场过啊！你的活动都办得好华丽，简单一点，先不要负担太大，太赔本也不错。但是我一直很怕，就是我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大家会不会下次就不想来了？谢谢阿果的爱你哟。半球上个挂海外发展的消失好久才出现，嗯，什么意思？海外发展有点无助。李丽丽个人公演250。哦，250，那可能有点难，可能有点难。一人12000台币，哦，就要跳起来，每个月都要练。对啊，办在公园还是会去。你说公园 K 歌吗？谢谢嘉宏的天蝎流星雨，谢谢海海老鼠。谢谢嘉宏的流星雨，还还肚子饿，主要还是想看你的活动，还有跟你的互动吧，是没错啦。可是我一直想说，我想要就是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就是让大家开心这样子。噜噜噜，太高级。好，我会努力，就是让自己就是。对，好好的，那个叫什么？对，反正我会加油的。大安森林公园有表演就很开心了，因为我能感受到大家这次给我的反馈还有心得都是很开心的，所以我其实也很希望如果能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办像这种的活动，因为大家看了开心，我其实表演的也很开心。没关系，你的员工看起来很耐操。宣公表示 QAQ， 妇科吗？没有，那个拍贴机这个应该不会再出现第二次，拍贴机太可怕了。他是不是 QQ？ 对，他 QQ 了。再增几个，嗨嗨志源，对啊，如果就是对，希望未来如果可以的话，无线电力也可以扩编，对，就是希望无线电力可以越做越大啦，就是我对自己的公司的一点期望。对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来玩，就是我办活动的初衷。糖糖运动会，对啊，这次有合照。我想讲一下我这次合照的理念，就是我小时候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去某一家饭店吃饭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家每年就是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去，然后他就有一个合照是跟圣诞老公公合照，然后就是所以我们全家人每年都会跟圣诞老公公合照，然后我就想说哈，就是我其实有点喜欢就是把这个特别的时刻记录下来的感觉，所以我就想说我这次也好想要像就是因为生日会嘛，然后又有不一样的衣服，我就想说我很想要大家可以是把这个回忆留作纪念，然后又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就想说好吧，不然我也来就是做一个像是精美卡片这样子的一个合照，这样合照组，只要大家开心就好。对啊，一定想可以留下来的吧？对啊，我就是想说这衣服一定要留作纪念呢。对啊，要修很多照片。
圣诞弟弟合照会，所以我要变成圣诞老公公吗？但是我这次的合照组是因为就是圣诞老公公的这一个，然后我想到说，我想要做这样子的，就是可以记录下回忆的一个东西。我们如果十二月记，你是不是就是圣诞老公公？你要这么说，好像有没有不行？发糖糖，员工负责修图吗？员工表示什么时候可以离职？会帮我们修痘痘吗？笑死！所以会在圣诞节的时候收到。拍立得的好处就是管他的，不用修图。上去合照差点摔倒了哦！大家，我都很怕你们，如果我要说啊，小心哦，这边请。对，我很怕你们就是在上来的过程，就是不小心就是没有站好，然后就飞出去了。所以我说，来慢慢走，慢慢走，来小心这边。对，很怕大家受伤。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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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偷他的手，笑死！段多没事啦，没事啦。睡二三是谁？哎、欸，库里在这睡，谁是二三？灯被踩爆几个？一个。谢谢苏瓦的天蝎小火箭，谢谢谢谢苏瓦的天蝎小火箭，谢谢苏瓦的天蝎小火箭，天蝎小火箭，谢谢苏瓦。鼻子好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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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纪委的生日吹蜡烛，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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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对啊，我的生日要结束了，我快乐的一天要结束了。希望大家这个月还是可以祝我生日快乐。我生日都过一个月的。嗯哼哼。苏瓦跟小易可以入群了，在私讯我的 LINE， 然后会给你专属连结，可以加入。该领的优惠券领一领。对啊。我要赶快在我的生日结束前，把大家祝我生日快乐的部分赶快回完，所以大家还要留一点时间给我。我等下他去回复一波。买张机票飞去美国，再多过几个小时。365天后再祝我生日快乐，好喂。只要离开，我都来祝你生日快乐。谢谢 Eric， 先弄洗版。对，我等一下来洗版各位了。生日优惠吃一吃，会的，这个月一定要完成的事情。但还是好想去日本哦。要变成续线了吗？好啦，那我们差不多要来念榜啦，就是虽然生日要结束了，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出发吧。现在买机票，现在刷机票，明天出发。就是还是想要感谢大家啦，就是因为有你们，所以我才能走到现在这里。谢谢阿 Kia 的天蝎座天蝎星座图，谢谢耳庄的天蝎星座图，谢谢。刚刚的好多天蝎宝宝没有啦，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一年来其实过得蛮不可思议的。谢谢 Little Sugar 的天蝎座会员，天蝎星座图，就是各种的都让我觉得蛮不可思议的吧。不管是
不知道，我觉得想法也改变了蛮多的嘛，但还是很想要自己办活动见到大家。谢谢一凡的天蝎宝宝，就我真的很喜欢看大家写 report， 就是好像我可以从 report 里面多认识大家一点。对，然后就是大家常常问我说，为什么要在办活动？你不累吗？累啊，而且每一个活动的筹办都要三个月起跳，然后就是每次都觉得，真的每天都办到自己好像就是。好累哦，好想睡觉哦。但就是每次看到大家的最后结束的反馈，会觉得哇，办这场活动好值得。对，所以就是23岁的李丽丽也会继续加油的，再请大家多多指教。再麻烦大家多多照顾啦。虽然我不是很会讲话，但是我很努力的想要把我想对大家说的说出来。女朋友这次打了1240。很棒，那你明年要1500字。对，我也要跟就是22岁的李丽说辛苦了。对，你撑过来了，又过了一年了。对，但我相信23岁的我应该会在这个工作中变得更稳定，毕竟上一次就是去年很多都是第一次尝试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工作。所以我相信接下来的我会更得心应手的，嘿嘿。立生日快乐，谢谢。对啊，因为不知道，就是觉得有很多心得吧。谢谢小安的天蝎流星雨，谢谢小安的天蝎流星雨。谢谢小安，为什么你有很可爱的那个骷髅魔法师？我觉得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就是慢慢一步一步在实现它吧。毕竟我之前说，哇，我好想要办一场我自己的，比如说自己的空啊。虽然这次我觉得就是算是完成了我一个小小的心愿，但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希望可以把它办得更大。再希望大家一定要就是可以。来到现场陪我一起见证。对啊，我会努力加油的。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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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对，那我觉得就是22岁的我还有很多就是不稳定的地方吧，就是还没有，就是对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尝试，但对。接下来的我会更加油的，耶耶耶！好，再来放个音乐，我要来念榜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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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对，但23岁开始就在耍笨。为什么23岁刚开始就感觉不是很聪明？鼻子好痒哦！哦，我跟你们说，我最近一直在过敏，然后呢，就鼻音就很重，然后一直在擤鼻涕。哦，鼻子好痒。他还抓抓，他还微积分大师。哦，鼻子好痒。对啊，我的眼睛也红了，因为我只要每次过敏，这边跟这边就很痒。酷儿是你，有人在想你，你们都在想我。过敏人，真的是过敏人地狱。没有啦，我应该不是感冒，就是纯粹的过敏，天气在变的过敏啊。二人の秘密の道の中。
好痒。然后这鼻还好还好，就是偶尔的会鼻子很痒一下。好啦，我来念榜了啦，大家打好内容了咪？打好内容了吗？我来念榜喽。谢谢小白兔的生日蜡烛，耶、yeah ！鼻喷剂也蛮有用的，鼻子痒痒，但还好，它过一阵子就会好一点。好了，我来念榜喽，不要哭，不要哭，至少你和我记得很清楚。但我只是因为过敏啊，鼻喷剂。对啊，可是我觉得那个喷超级无敌，就是刺激，它就这样。好啦，念榜咯，先谢谢大家今天看见陪今天陪莉莉过生日，对，非常感谢。对，然后谢谢大家又陪我从22岁到23岁了，那23岁再请大家多多指教啦，谢谢大家，多谢大家，耶、yeah!。Love you， 感谢大家，嘿嘿嘿嘿嘿嘿，谢谢大家，多谢大家，好啦，要来念榜喽，谢谢今晚的一颗星，谢谢，谢谢第一名的玉小，谢谢玉小，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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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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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栗子晚安，直播辛苦了，不会不会，谢谢玉祥的火箭，呵呵，谢谢玉祥的生日祝福，就用购买你年历大全套来送给栗子当生日礼物吧，谢谢玉祥的支持，谢谢，谢谢玉祥。19天刚好遇到栗子生日，结果直接发了19之1、19之2、19之3，直接可以把分3天的内容加到同一天。翠原有哦，翠有字数限制哦。再来几天可能无文案，我的脑袋没关系，让你休息，让你休息，让你休息3天。毕竟你的灵感都已经给今天了，你可以休息3天。我发你休息卡。今后也会继续写下去的，就像每日的例行公事一样。好诶、欸、好诶、欸、要看你写哦，只要我发你休息卡才可以休息哦。如果想让我代替生日会的感长，可以去看 Day16。 好呀好呀，最后还是祝福栗子在18+N 这年可以一样顺顺，一样可以顺顺利利，会的，一定会顺顺利利的，有代价一定会顺利的，能达成更多栗子想要的目标，还有人更多人认识栗子，会的，我会努力让更多人认识我的。要放个音乐来听我唱歌好了，我会继续跟身边人推广栗子的魅力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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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要麻烦你，就要麻烦你再多多推广咯。栗子真的不用减肥啦，现在这样就是最漂亮的人，是吗？是吗？是最漂亮的人吗？好啦，我会继续加油的。谢谢玉霞，谢谢。
谢谢玉祥，谢谢第一名的玉祥，也谢谢你的火姐，谢谢玉祥，谢谢第一名的玉祥，谢谢，谢谢第一名的玉祥，谢谢。二三岁，请多多指教啦。谢谢玉祥，阿里嘎多，多谢。第二名是建安，谢谢建安。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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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祝我生日快乐，很快乐，也谢谢家人的火箭，谢谢。那么，对，23岁，也要来看我，有空就可以来多看看我啦，真的。谢谢第二名的静安，谢谢静安，爱丽丽的静安，谢谢静安，谢谢。Happy birthday！ 谢谢第二名静安，谢谢静安，谢谢。你也要每天开开心心的哦。谢谢静安，谢谢小王的薰衣草，谢谢。谢谢第三名的 Sova， 谢谢 Sova。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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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三名的 Sova。谢谢 Sova， 一个会飞上天水里游，这么厉害！我在天上飞，完蛋！现在还有人知道这个吗？谢谢 Sova， 太麻烦多多照顾了。谢谢 Sova， 谢谢第三名的 Sova 也可以入群喽，可以私讯我的 LINE。所以赶紧专属连接入群，谢谢 Sova， 谢谢第三名 Sova， 谢谢。安娜在她的贴文灵魂拷问你，有空可以去回复她。有，我现在下播就要去回复大家了。对，今天有点太忙碌了。谢谢第三名 Sova， 第四名是嘉宏，谢谢嘉宏。我的脸为什么这么厌世啊？生日快乐，大头贴就签订。我在停车场坐在机车上，想说等你念完榜再骑回家，然后我就坐着就睡着了，还没有摔下去，所以你这样睡着了，也太累了吧，也太累了吧。这次生日会觉得西装外套变好紧，我该检讨。没事，我也该检讨了，对不起，我的衣服也好紧啊。听说天蝎座要给他很多夸夸就会乖乖的，对，我需要夸夸，希望大家没事就可以夸夸我，但我还没想好怎么夸夸，所以先搁置。就你这皮。好了，忙完早休，奶奶奶奶，希望我今天可以真的早休，不要再工作到5、6点了。谢谢嘉宏，你要当个夸夸乖乖天蝎哦，生日快乐。谢谢第四名的嘉宏，谢谢嘉宏，谢谢文的会员票，谢谢文。喜欢 FA，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喜欢现在立圆圆的好可爱，真的吗？真的吗？我瘦下来应该是蛮好看的，就是蛮期待我有一天会回到我有一点有点线条的时候，希望这线条是直的，不是横的。我现在线条是横的，我希望他有一天可以站起来，不要跟我再一样颓废下去了。对，不要再躺平了，李丽丽，你躺平就跟你的肚子一样是躺平的，站起来。我的肚子现在长这样子，可是我希望它长这样子。对，所以这就跟我目前的李丽丽一样躺平，所以那个肚子肉都是横的。谢谢第四名嘉宏，第五名是阿果，谢谢令果果，谢谢阿果果。
要生日会主图吗？不是这次，要来看进化史吗？好啊，好啊，哪次不看？感觉就很可怕，感觉就很可怕。Oh my god！ 那先看看我的进化史。我跟你们说，超好笑，就是前几天串上，就是嘉宏不是有说，哦，不知道这个黑发这个到底到底哪个是我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发以前 GDP Festival 跑宣传的时候的那个的连结这样子。然后卡洛琳看到就传给我，然后卡洛琳就说：“所以哪一个是你啊？”然后我就说：“最右边那个。”然后他就说：“哈，不像欸。”然后他就去翻了我以前的照片们，然后说：“哈，这个也不像啊，这个也不像啊。”他说：“你真的差很多欸。”我就说：“那你知道最左那个是诗雅吗？”他说：“哦，这个我知道，看得出来。”我想说：“啊，我是有差这么多。”他说：“啊，我是有差这么多，是不是？”对，然后他后来那个练习的时候，就把那个照片，把那个连结缩图拿给庆庆看，然后他说：“你知道哪一个是例子吗？”然后说：“不知道欸，是这个吗？”然后但我不知道他是指谁，然后就说：“哦，对啊，我黑发时期差蛮多。”然后庆庆就说：“啊，可是我觉得你黑发也蛮好看的。”我想说，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我黑发的样子，我已经回不去了，我会觉得黑发是土土的我。对，对吧，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笑的故事。不行，我回不去黑发了。还是我回去黑发，大家会觉得我比较 UK。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是黑发，欸，我已经回不去了。可是瑞凡回不去了。我喜欢浅发色的我。庆庆情绪价值给满，可以改写黑发的印象。我没有办法做对比。那个卡洛琳那时候在那个 IG 上面跟我讲的时候，他就传一张我那时候在落雨松拍的金发的那个照片，然后他就说：“这个完全不像你啊。”我想说：“有这么夸张吗？有这么夸张吗？”对，但我已经回不去了。对，就是就这样子了。之前的紫发也是很好看，但也是很难再回去了。IG 是不同人，真的，真的。喝醉的庆庆聊天，情绪下值很慢，笑死。好，我要看进化史，我要看进化史。前发是真的神，但我的头发撑不了了啦。我才想要养发，我好不容易要长长了。前发，谢谢阿顺。换发真的换脸，真的。还是朋友，谢谢第五名的阿国，谢谢阿国，第六名是天灵，谢谢天灵。从酱油跌入糖坑的天灵，说酱油要在前面，哈哈，那为什么不是糖坑在前面？从 TV 看荔枝到 FM 每日小粉丝，会拿那到底是看啥是吗？蔡面面跟我说，虽然你跟他没在一起，但还是会努力隔空放闪的。对，我有在那个我生日当天稍微感受到，我对他来说不是前妻的部分。对，我还是很爱蔡面面的。他在我生日的第一刻就跟我说生日快乐了，我爱他。谢谢第六名的天灵，谢谢。对，还是很喜欢 TP 的米娜桑，希望有时间还是可以多多回去看看大家。谢谢第六名的天灵，第七名是小彩，谢谢小彩。莉莉生日快乐，虽然今天剩不到半个小时，但这个月都宠爱莉莉月，耶，11月的我有特权。谢谢丽这半年来照顾，虽然我嘴笨不太会说话，没事，我也嘴笨不太会说话，没事，我们都是嘴笨的人，可是这样就是
这样更能知道大家都是用真心在，就是真心在付出的。什么好中二的话、啊？对，就是反正，对，就是嘴笨的人都是用，就是、都是用实际行动在做事的。信心的话，李丽是最棒的，李丽是最棒的。目标大巨蛋生日会，大巨蛋办生日会有点太奢，还是干脆办在日本？我怕可能没有几个人要来，可能到场人数十人这样，还会十人吗？还是个位数？一只手头数得出来。挚爱丽丽的小彩，谢谢小彩，谢谢啦，谢谢你的生日祝福，我会努力减肥的。然后说我会努力长大的，后来说不能长大，我已经够胖了。万人响应，一人到场，住日本的那个才会到，真的。谢谢第七名的小彩，谢谢小彩。第八名是泡泡，谢谢泡泡。生日快乐，阿里嘎多，谢谢。有觉得。就是我有很努力在过生活，很努力在快乐。谢谢泡泡，谢谢。对，我会努力更精彩的过我的23岁的。谢谢泡泡，谢谢。谢谢第八名的泡泡，谢谢泡泡，谢谢。谢谢第八名的泡泡，你也要过得开开心心哦。谢谢第八名泡泡，第九名是四豪，谢谢四豪。生日快乐，我还没想好要说什么，有点久没手感回不来了，等我可能到明天了，没事，明天我也等，只要你有写出来都很好。圣诞 T 白色的才好看，那白色的是我的啊，白色的是我的啊，嘿嘿，超皮。所以你觉得白色的比较好看啊？大家觉得黑色的圣诞 T 比较好看，还是白色圣诞 T 比较好看？谢谢第九名的四豪，谢谢四豪。白色的是我的啦，我的那一款。谢谢第九名的四豪，谢谢耶。Yeah、在李丽丽的23岁，你也要过得开心哦。谢谢第九名的四豪，谢谢四豪。谢谢第十名的小安，谢谢小安。昨天以为不会念到我的生日快乐，谢谢小安。虽然平常对你说的话真的很少，但是一直有在看着的。23岁的丽姐是事业有成的轻熟小女人，我是事业有成的轻熟小女人吗？我觉得我还是个大屁孩，我还没长大，我还是做事都很幼稚的大屁孩，嘿嘿。这一年也请顺顺利利、健健康康。会的，会的，我会好好的，就是努力工作，然后努力办活动，让大家可以来玩。谢谢小安，谢谢。李丽丽的23岁也多多指教了。谢谢小安 ，Love you 哦！谢谢第十名的小安，谢谢。哎呀，请好好的对待那个我们家的老板，这样子，好好照顾我们家的老板。谢谢第十名的小安，第十一名是庆庆，谢谢庆庆。18+5生日快乐，很开心今年的生日参与了第一场生日会，坐到第一排的位置，那天签名都不敢说，对，很紧张。没事，别紧张。一切玩得非常开心，生日会也顺顺利利圆满结束，顺顺利利圆圆满满。祝福新的一年都能快快乐乐，糖糖们越来越多。会的，从去年到今年，我有感受到糖糖们越来越多了。这个月好好拥抱生日优惠，嘿，会啦，会，这个不用担心，一定会拥抱的。减肥永远是明天的事情，真的没有不行，我要把它当成现在的事情，不可以再胖了。生日快乐啊！谢谢庆庆，谢谢第十一名的庆庆，谢谢庆庆，谢谢庆庆。没声音了，
谢谢第十一名的庆庆，多谢二三岁，请多多指教。第十二名是卢森，谢谢卢森。来更新一下，生日快乐！好了，本月之后停更。哎，没有这样的吧？没有这样的吧？哎，这你还您还真简短啊！我还在期待，以前的长篇大论呢，什么时候可以再看到跟以前一样的长篇大论？好想再看到、哦。好啦，谢谢卢森，谢谢。谢谢第十二名的卢森，依旧可爱的李弟弟，听说。谢谢第十二名的卢森，谢谢卢森。第十三名是阿冰冰，谢谢阿冰冰。该下单的都下单，该全套的都全套了，很棒，很棒，称赞你。谢谢2024超闪亮的莉莉闪亮，眼里只有莉莉，果然莉莉是最棒的。嘿，生日快乐！谢谢阿冰冰，希望你在我的23岁也可以开开心心。早休晚安，姑奶奶，谢谢阿冰冰的爱你哦，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阿冰冰，谢谢阿冰，谢谢第十三名的阿冰冰，谢谢，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第十四名是 Little Sugar， 谢谢小糖糖。十二生肖里面谁最容易喝醉？猴子，因为喝到 monkey。好 ，monkey 了，叽叽叽。人要服老，今天凌晨边修图边听播，就听到断片。没事，我也没办法，我也是一个时间还没到就断片的人。对，我会服老，我已经服老了。黑莉公主生日快乐！带生日小卡跟翠上 report 了，很棒。很棒，然后我今天有点忙，在那个等等我慢慢来，那个慢慢的看完大家的，周末再会，好诶，周末再会。如果莉莉杰克赛的平行时空杰克交流赛的我，那两天应该会很头痛，头很痛，为什么？莉莉奶奶早休晚安，早休晚安，早休姑奶奶，谢谢 Little Sugar， 谢谢第十四名的小糖糖，谢谢小糖糖，啦啦啦啦啦，谢谢生日祝福，谢谢莉这一年来还有陪伴的我今天，对，会一直陪伴在大家身边的，谢谢第十四名 Little Sugar， 第十五名是庄，谢谢庄。寿星生日快乐！本月碰得到的都是寿星，请尽情利用寿星优惠，嘿嘿嘿嘿。看那字谜是什么开了？希望可以被我发掘更多寿星优惠，而且每次寿星说看一下证件，我都很开心把证件拿出来。哎，这边证件给你查，休假驳回。对啊，年历纸版那个去纸网络上买就有了。去年的好像它变得，只是你觉得这当然是香的吧，当然是香的吧，我出品的应该要是香的吧。生日快真的好，你音量是什么花样？这就名在这里了。但你们每次都会就我给大家太大期待，我很怕我办不好，然后大家会觉得哈哈哈，这样我下次不要来了，我很害怕会这样哎。但我只是很希望大家每次来都可以玩的开开心心啦。纯属自嗨，我是觉得就是如果我觉得有一点点微不妥嘛，对，因为毕竟无线电力也是公司的，有点像商标嘛，对，所以希望就是他还是不要我不知道怎么讲，对，
希望他还是莉莉出品的，对。夸夸都在希望那莉莉在我面前无需言语，归功于您。对，对，就是大家都说，就是，对，我真的有很多就是帮我拍直拍啊照片的人，就很谢谢大家愿意花时间在就是学习摄影跟录影上面，对，非常感谢大家，对，谢谢大家愿意花时间在我身上，谢谢啦，未来请多多指教，谢谢庄，谢谢，谢谢第十五名的庄，谢谢庄，耶耶耶，谢谢庄，也请多多指教哦，23岁。其实这次生日会很惊喜，原本以为在后面整圈圈看，结果也有照顾到最后面粉丝，爱死了。对呀、啊，我有去后面绕绕。对，希望大家不管是坐在哪个位置都可以看到我，就是下去跟大家打个招呼这样。谢谢第16名的阿 k i l a， 谢谢阿 k i l a， 谢谢阿 k i l a。最近介绍个有趣的贴图，是只兔子在问喜欢的28个地方。首先是喜欢莉莉的下巴，所以还剩26个双下巴的部分吧。你给我走开！你给我走开！你好意思说我的双下巴？哈？哈？真的呢，做事认真又执着，但有时候会执着过了头。顾全说有，又闹又可爱又圆，又圆是称赞吗？看这三文件，那其实傻大姐性格。对啊，我完全腹黑不起来。开心蛇弹跳真的超级可爱，但现在弹不起来。对，现在弹不起来，现在太重了，大概只能离地这样子，离地3公分。喜欢立着点太多了，就不全写了，有些还是保留在心里吧。好，那期待你剩下的那个26个。我那个下巴算你2个这样子啊，其他26个要写出来。最后祝生日大快乐，要吃的开心哦！会的，会的，我在这个月会努力吃饱各种生日优惠的。谢谢谢谢第16名的阿 k i l a， 谢谢阿 k i l a， 谢谢第16名的阿 k i l a， 谢谢谢谢小汪的一颗星，谢谢谢谢 Y 的生日蜡烛。谢谢小汪，谢谢小汪的嫉妒大赏为您圆，谢谢大家，嗨嗨俊生，谢谢阿 k i l a 的星星的情书，谢谢阿 k i l a， 谢谢阿 k i l a 啦啦啦啦，谢谢小汪的一颗星，谢谢。期中考进去的那是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期中考还是要好好考啦，这很重要哎、欸。谢谢小汪的好多一颗星，谢谢小汪的好多好多一颗星，谢谢纪伟的情欲相册 Mickey Mouse， 谢谢小彩的爱你哟。好啦，那么今天差不多就直播到这边啦，谢谢96的生日吹蜡烛，我要赶快去，我要赶快去就是转发大家了，不然我要北呼了，大家拜拜，好像是转发我的朋友们了，我的朋友们要消失了，拜拜，谢谢大家生日祝福，23岁请多多指教，谢谢奶奶，晚安。